各位弟兄姐妹，又来到我们一周当中啊，敬拜赞美主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感谢你看顾了我们。哦，主，让我们又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。主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丰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下面就用这首诗歌来赞颂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他是值得、配得一切的大赞美。我们全地都要赞美他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称颂。现在就我们用来赞美我们的主。万膝都要向你跪拜，万口都要称颂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就让这个时候用我们的祷告与赞美，让我们来献上给主。有感动的弟兄姐妹，可以在这时候开口。主啊，感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下面就让我们再来贴近主的心。哦，主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表达我们对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要贴近你的胸怀，你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走我们应当走的路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弟兄姐妹就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主。See you.
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主，让每天每时都来亲近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你就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，你牵引我们每一个人的手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必定紧紧地跟随你。哦，主，主啊，有你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。主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行在你的道路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心里有感动的，就可以开口来向我们的主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哦，是的，感谢赞美主。哦，我们这个主日是五旬节的主日，是的，我们要来纪念我们圣灵的赐下。哦，主圣灵，求你来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求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就保守每一个人的灵。哈利路亚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今已来自由运行着你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你与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，神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神灵的江河自由拥有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神灵，我们爱你。是啊，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看守每一个的心怀意念，保守我们的生命，在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哈利路亚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，神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神灵的江河水不停息，神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神灵，我们爱你，神灵的江河自由地行之地，神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
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里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神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神灵，我们爱你。我们欢迎你，神灵，我们爱你。哦，是的，主圣灵啊，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当中，你看守每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次聚会的时间。主，求你开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耳朵，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，使我们真明白，听到你的话以后，我们真正明白你的道。主啊，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感动的，可以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向主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